来看一下这边的狗狗，这个大哥喂的狗狗看的都挺胖的哈，有史宾格，有拉巴多，有柯基哈。这个史宾格看着咋有点别扭啊？是小母，这两个是公的哈。这啥家的大哥？啥家的？哟，1500嘞，还卖1500啊，让嘞？两个月了，疫苗都齐全了，兄弟。疫苗都做齐了是吧？做齐了，都有视频。对对对，1500的视频哥哈，还能少呗？少。没啥意思啊，还没做药。我知道1500还没做药嘞，人家都没那么贵。带走两个了。带走两个了，那两个多少钱卖了？都是1500卖的呗是？一分钱不让，没给你做药，没给我做药嘞，还没给我做药嘞。这两只是公的哈，食品哥是干啥用的？缉毒犬。缉毒犬。对对对。哦。智商排名第二，智商排名第二名。对对对。哦。小型犬那个。小型中小型犬，它属于中小型犬。对对对。比那个柴犬要个头要矮一点，也有大体的，小体的吧。也有大体的，也有小体的。大体的和柴犬个头差不多，小体的就比泰迪高那么一点点。你问吧，这都3级了，好让人挑走了。问吧，这些1000块钱，1000块钱卖着吧，大哥，你听人劝，吃饱饭。也差不多了。不多，1000块钱不算贵。你吃完活动没？啊？但是差的多不多？差的多，差的不多。你这拉拉呢？你这拉拉咋卖了？拉拉啊，拉拉要800，拉拉不贵哈，怪胖嘞。拉拉它现在养拉巴多的现在少了，主要是天热，不是说少。这拉拉你看，头版各方面还都可以嘞哈。这个不是天热的话，这个价钱也买不走。拉拉800不贵哈，他家的这个狗壮，一摸，哎呦，感觉特别壮哈，10来斤了哈，疫苗都做齐的。这个大哥一看都是养殖户，你很少在建宁上市场上来卖狗。对，我半年来一次，这一次还被我给抓到了。这柯基，这大哥呀，这柯基咋显得赖不拉几了？赖不拉几的，他惹哦，就剩这个了。就剩这一个了，这一个几百啊，大哥，就这一个了，几百啊？这个，你看这赖不拉几的了？没事，你放地上它都缓下来了。啊，多少钱这一个柯基啊？哟。这个可以多少钱？700，哟，700还行嘞哈。这个，没想到这个大哥卖的够不贵，除了视频哥贵的，最后一个了哈。那几个是多少钱卖的？那几个900。那几个900，哟，这一个了，剩的最孬的一个。小的，就说小的。这还是大尾巴的嘞，700，公的哈。那卖这个绝对能捡漏漏，这一个700不贵啊。没想到这中午就是能捡到漏哈，虽然买不了精品的，你看到中午了，这些狗的价格我跟你说一下，要不就太贵的，早上一直没人敢买，就是留到现在没卖掉；要不就是能捡到漏，知道吧？这个点了，要不就能捡到漏哈。这柯基700不贵哈，可以下手，脸开的也正哈，小短腿大屁股，养殖户家的一手货源啊，史宾格。柯基要是500，我怎么卖都行吗？给我的就是卖价了。哎呦，500，我立马就秒走他。其他的900，你下次挣过来钱了还这一个，你给我都恁自家养的呀？不行，还能再少呗？700还能往下再买不？啊？不能再让了。哎呦，不能再让了。他这里面的狗行，拉巴多是800。这个视频哥1500，但是价格还能再少一点点哈。这也是你的吧？哦，这不是，这里边拉拉贵，远门大了，这个比你的远门大，这个好看哈。哟，是，我远的双圆筒嘞，这拉拉漂亮哈，这拉拉远门大了哈，一个黑的，一个白的哈，远门大得有2个半月这样的拉布拉多，他们那样的是不到2个月，这拉拉也好看哈。黑色的啊，这谁的啊？哟，这边还有一个嘞，这出来了来着，啊，都是你，这是多少钱了？
两个一千五，哇，那不贵了，两个一千五，你看七百五一个，马上要检测，这是他家的哈，他两个他一个是一窝的吧，一窝的，好家伙，给那是一窝的，那长得悬殊太厉害了呗，啊，这里边跟那里边是一窝的，啊，白色的是一窝，黑色的这边是一窝，哦，你看这拉拉，有点壮吧。这是猪拉拉哈，你这边拉拉还是那天那个价呗，是480啊，还是那天的价480哈，来关注一下哈，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哈，这边还有哈士奇，这边有泰迪，灰泰迪哈，灰泰迪，拉巴多，这灰泰迪没洗澡哈，洗完澡之后就漂亮了，原生态的哈，养殖户的狗，这个大爷喂的狗哈，原生态的，我去他家买过狗，他家的狗可以，只是没洗澡。如果是狗贩子包窝的话，人家一修一剪一洗澡，立马大大变样哈。他这体型，你看，嘴巴就显得稍微有点尖啊。但是洗过澡之后就不一样了哈。原生态的，个个都有精神，一摸起来明显的感觉很结实那种身体啊。来，咱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吧啊，来关注一下啊。